This is anonymous. Hey, this time I'm gonna cut to the chase. 瓜一会，我知道去年 diss 你们之后，你们就开始想要把钱给一些比较小的艺文团体，像是我说的那个戏剧团体。Yeah, don't play dumb. 不是那个比较高，根本就矮的；是那个比较胖，那个比较瘦的。Yeah, 你们把钱给他们之后，你们在 care， 你们在追踪这些钱后来怎么用吗？ Huh? Well, apparently you didn't. But guess what? I did. Huh?我后来知道他们要拍一个台湾本土情景喜剧《凶宅》，他们还说他们要上 Netflix。What the fuck? But somebody actually believed it, huh? 他们骗了你们，他们还骗了一个姓瓜的议员，那议员还叫他们粉丝去帮他们按赞冲人数。Hey, this is a fucking fraud. Hey, 瓜议员，你要不要挤他们？ Huh?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他们粉丝专页现在更新的状况？一开始说好了周更呢？我觉得这两个人就好像过了更年期一样，嘿，下个月影片不会再来了耶。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最后一个发文。Did you see that? 这两个剧场界撩妹到有名的耳男淫魔，现在开始消费同志族群来骗赞。This is so fucking unacceptable.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把钱拿去给那些真正台湾优质的剧组。比如说我们与恶的距离。 Hey, speaking of that, 你知道这两个人与恶的距离有多近吗？这么近，然后你们还给他补助。 What the fuck? Shit, I hurt my neck. Anyways, 我们讲那么多人脏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正直负责任又有能力的人。 Alright, 比如说 No, that's none. Oh yeah, that's one. 高雄的韩市长。 See?他到现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做，高雄就已经变这么好了。网络上有很多人叫去 diss 他，叫去攻击他，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金区，只会讲高雄发大财。哎，他都得讲这么清楚了，听不懂谁的错？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狭隘的脑袋是没办法理解这种高智能生物的。他的目标是干嘛？征服宇宙。哎，这个 level 的差别就好像美国队长跟惊奇队长一样，人家是管宇宙的，你连家都管不好了。 Alright， 而且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开他秃头的玩笑。 Hey, come on， 如果你是一个每天要接收大量宇宙讯息跟宇宙做连线的人，头发太多的话会怎么样？ No signal， 没有信号嘛， get it？很多人都问我他要不要去选总统。 Of course， 他要选的是地球的总统。 OK， 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台湾好高雄才会好，地球好台湾才会好，天气好心情才会好嘛。 Alright， I'm running out of time，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等一下我要去 attack 红海。 OK， See you， peace out。